我哋今期嘅樓盤傳真，第一間要介紹嘅就係位於 Woodwood 呢一間名校區嘅大屋，約莫3000尺。小學是 Richmond Rose Public School， 中學是 Bayville Secondary School。 這間屋約莫有3000呎的面積，有4個睡房、2個套房，全新裝修的廚房和地板令到這間屋是特別吸引的，價錢是939000。大家好，今期另一處物業是位於 Warden 甲十六街的 Cushy 社區精裝豪宅147號 McGrill，由名師精心設計的園藝，加上全磚車道大門入口，令人眼前一亮。超過4000呎的豪華裝修，無論從選料到設計，都由專人挑選。再加上2000呎專業完成的土庫，絕對俾到你驚喜。57號 Dilbert Drive， 一間3700呎的大宅，在海旋門社區，校網是 Pierre Chateau。主層有全實木設計的書房，二樓是四睡房、三個洗手間的設計，前院是磚砌的車路，有大型的噴水池，後院更加是業主用了10萬元打造出來的日式精心設計的一個後花園。